要来到台湾参加金曲奖的韩国超人气男子偶像团体 Double S501 团员朴正文跟金亨俊已经在刚刚也就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抵达台湾了。我们看到两个人一出机场立刻受到了大批歌迷的欢迎，现场尖叫声不断。而两位团员除了将在明天金曲奖走星光大道亮相之外，也将跟艺人朱孝天一起合颁最佳演唱组合奖还有最佳编曲人奖，不只是参与整个盛会，也会跟歌迷来见面。